今日韩国演艺圈一天爆出一则劲爆新闻，韩韶禧与柳俊烈认爱新闻在韩韶禧怒呛前女友惠利之后掀起舆论挞伐，而韩韶禧不止发出带刀狗限动，影响自身的形象丢掉多个代言，还在部落格发长文道歉，之后一一回复网友，最后又全部删文，然后将 IG 锁起来。虽然在第一社报道后韩韶禧恢复 IG 公开状态，但整个过程都能看出韩韶禧个性十分冲动。此外，近日手滑上传与金秀贤贴脸照的金赛伦，也透过友人向媒体表示背后有难言之隐。荒谬的行为动机让人难以理解金赛伦真正的意图，而金赛伦与韩韶禧两人的 MBTI 都是 INTJ， 被外媒评价具有表演型特质，似乎感性强过理性，无法克制自己做出日后会后悔的行为。